口罩现在成为了全民生活防疫的必需用品，在大甲镇蓝宫庙方与业者联名的合作，设计出印有妈祖图案的口罩，颜色缤纷，增添喜气。每个口罩凝胶还会过炉，让民众在防疫之余能够享有妈祖的保佑。另外，彰化天后宫也推出了官方唯一授权的妈祖口罩，在农历春节，希望民众到庙里走圈时，把口罩戴好戴满。大甲镇蓝宫董事长严清标亲自捧着口罩在妈祖面前过炉转圈绕一绕，让妈祖特别加持一下。啊，来咱槟榔庄的妈祖婆吼，啊过炉吼，啊这过炉意义就是讲啊，哎当这个啊。保平安哈，爱黄煞。口罩颜色七彩缤纷，除了喜气大红色，还有 Q 版妈祖图样。印花色有八款，单色十多款，全是一流级。台中大甲镇蓝宫跟业者联名合作，选在春节前推出妈祖口罩。预计捐多少数量给桃园的？我们目前是预计捐10000片。就是也很独特的设计啊，独一无二。另外，彰化天后宫则是推出三款官方唯一授权的妈祖口罩，每一个设计都有各自含义，像是橘红色象征辟邪消灾，花朵盛开的代表富丽华贵。因为节庆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将过年的喜气的一些好的含义，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设计当中。春节即将来临，不少人会选择到庙里走春拜拜。庙宇自制的联名口罩也受到民众喜爱。在本土疫情升温时期，庙方也希望信众戴上口罩，除了防疫，也能感受到神明的祝福。记者柯吉高、蔡正顺 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